欢迎你来到卡丽老师的汉语课堂。坐过山车可刺激了，坐过山车可刺激了，坐过山车可不舒服了，坐过山车可不舒服了。坐过山车的时候，我的头可痛了。坐过山车的时候，我的头可痛了。他的未婚夫可帅了，他的未婚夫可帅了。和孙子见面的时候，我可激动了。和孙子见面的时候，我可激动了。他的能力可强了，他的能力可强了。这个菜的热量可高了，有好几千卡路里呢。这个菜的热量可高了，有好几千卡路里呢。他的房间非常乱，找东西可难了。他的房间非常乱，找东西可难了。流程可简单了。把表格填好，给我就行了。流程可简单了，把表格填好，给我就行了。他可真粗心，竟然连火车票都没拿。他可真粗心，竟然连火车票都没拿。你可真有本事，连这么贵的房子都买得起。你可真有本事，连这么贵的房子都买得起。这个箱子可有300斤重呢，得3个人一起推。这个箱子可有300斤重呢，得3个人一起推。如果我做错了，你可别怪我。如果我做错了，你可别怪我，他们同居了，但是不想结婚。他们同居了，但是不想结婚。他们去民政局登记结婚了。他们去民政局登记结婚了。谁先提出离婚？谁就净身出户？谁先提出离婚，谁就净身出户。结婚之前先签一份婚前协议。结婚之前先签一份婚前协议。老公把钱都给我了，我负责管钱。老公把钱都给我了。我负责管钱，我们互相交流了一下经验，我们互相交流了一下经验。在学习过程中，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卡丽老师。在学习过程中，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卡丽老师。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奶奶给了我最好的陪伴。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奶奶给了我最好的陪伴。报告中披露的一些数字令人吃惊。报告中披露的一些数字令人吃惊。瞧瞧你干的那些事。谁都不会原谅你的。瞧瞧你干的那些事，谁都不会原谅你的。我把这两个词搞混了。我把这两个词搞混了。这两个词很难区分。这两个词很难区分。吃亏是福。吃亏是福。钱的多少无法代表幸福的程度。
钱的多少无法代表幸福的程度。